直播吧。9月18日讯官方消息，埃森纳 CEO 加奇迪斯将辞去俱乐部职务，并将前往 AC 米兰任职。关系主管劳尔桑列利以及首席商务官欧帕特山接管俱乐部。加奇迪斯将在10月底离开埃森纳俱乐部，并将在12月1日成为 AC 米兰 CEO。加奇迪斯对埃森纳表示了感谢，在过去十多年里，我很荣幸能为这家伟大的俱乐部做出贡献。埃森纳正在翻开新的篇章，而我已尽我所能去帮助俱乐部应对挑战，包括世界一流的俱乐部设施，遵循俱乐部价值理念的各个管理人员，也包括埃梅里、桑列伊、蒙塔特山姆，我对他们充满着信心。克伦克对于加迪斯的离任表示，和加奇迪斯共事真的非常愉快，我们将会怀念他在过去十年日常工作中带给俱乐部的智慧、洞察力以及能量。不过我们也拥有出色的继任者萨涅伊以及文法特山，我们也非常期待和他们两人还有主教练埃梅里带领俱乐部继续前进。传教